大家好，今日咧就研究下怀疑垂直传播新冠病毒嘅富强楼啦。圣经预言末世咧，一处接一处有粮荒同埋瘟疫嘅。其实呢个方向咧，沿住呢条路上咧就去到葵涌村噶啦，绕过啲前面嗰栋楼。富强楼就喺呢度嘅，仲有条天桥就到过呢个大窝口商场嘅，会唔会就系葵涌村啲人落嚟呢个商场，包括街市买嘢，导致传染咧？咁就要调查一下啦。我哋見到啲喉管咧，一般都唔外露嘅，只不過係地下嗰層煤嘅啫。我聖經話：啲世界同世界慾望正在消逝，遵從上帝旨意嘅人先能夠永遠長存嘅。天國近了啦，我們都要悔改啊！再見。